我是业余六段林月安，这盘棋是日本大阪府立大学硕士班学生下的第二盘棋。在欣赏他的棋之前，我们来听泡友唱歌。接下来我们来让帕鲁你跳跳舞。幸せなら手を叩こうですね。僕のダンスを見ていてくださいね。ノリノリで踊りますから。接下来我们看最后的最后一场第二盘棋。黑棋棋手基本上是没有人这样下，因为这样子太委屈。黑棋通常会选择脱先，或者是在 K16用很小的点，或是下在其他大场。黑棋的胜率是46.25%。白棋44这手损失太惨重了，不仅让黑棋这边变厚了，白44这手也没有用，就损失非常惨重。白棋44现在的胜率还有53.38%，但是这手棋却导致后面输棋。